现在我们开始来介绍 CS700 切片机。那我们今年有多增加了功能，强化了上盖，一样可以把它旋开，然后对准这个把它放进去，纽扣把它扣紧。那我们今天来示范切薯片。那切薯片就很简单，就没有分大小了，只有分看你要切的薄厚度。这个大概是2的尺寸。那我们现在切一个比较薄的试试看。这个间隙大概是1，可以插到哦，有很明显的差别。那调到你们要的间隙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连续丢。好吗？好 ，OK。那停留机吗？